是的，好，那我们这边请，我们先看一下前方。好，我们请准备，3、2、1。谢谢代表，我们请先收下。那这边呢，我们要说，那么这边就由我们王惠美县长，想感谢到这个年来的秘书长，我们一起来看向前方。谢谢我们两位，感谢我们县长这边先请留。好，来3、2、1，感谢。接下来是我们大家一眼彭总前方。谢谢，感谢我们董事长。接下来是嘉义货柜有限公司陈安，哇，来发出鼓掌，赞！是，好，我们这边呢也要邀请我们的各位贵宾，我们的运动健儿们在未来能够划出好成绩，就要一起贴上喽。各位贵宾，请准备，3、2、1。是的，请为我们进行点睛仪式，预祝我们的孩子们蜻蜓上滑出最佳成绩，争取最高荣誉。再次热情掌声！特别要谢谢我们逢甲大学，我们建筑系，那由这一些孩子们来操刀啊。那逢甲大学媒合了赋予这个慈善基金会，捐赠了350万，再加上地方士绅的35万三个货柜车，还有我们的争取到教育部50万元的我们童军的一个营地，县政府有关于内装100万，所以总合起来的经费达到501万。那最主要是要把这个我们的这个货柜屋整理变成孩子们喜欢来的。它有几个元素，第一个把葡萄，也就把我们温室的那个概念带进来，在这边也有我们很棒的这个童军。那希望借由这样的一个营地，能够让孩子在品格教育也好，实作教育也好，有更好的一个学习。另外我们学校里面很重要，游泳跟蜻蜓有非常好的成绩，透过这几个学校以及在地的元素，来把这一栋我们的这个书屋给建置起来。我相信未来孩子们喜欢来这边阅读，那延伸我们后续的阅读的一个能量，那会把地方的特色充分的一个发展，把教育文化产业相作结合，那一定能够为地方这个栽培更多的一些人才。在这边再次谢谢逢甲大学，谢谢赋予慈善基金会，再次的谢谢。3、2、1，是的，请为我们进行点睛仪式，预祝我们的孩子们蜻蜓上滑出最佳成绩，争取最高。